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峰，今天又来到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华强北，帮小伙伴们淘机器了。在这里，手机会比外面便宜几百甚至上千。我们的工作呢，就是帮小伙伴们挑到满意的机器。首先帮广西的老乡安排一台苹果 XS Max 256G， 美版 9.9 成新的机器，这台电池效率是 91%。我们仔细的检查好外观，是一台 9.9 成新的机器，无磕碰无划痕，电池效率也非常的高，达到了 91%。 XS Max 是今年苹果性价比最高的手机，顶级的 OLED 屏幕以及后置双1200万像素，目前价格在3500米左右。接着帮小伙伴安排一台全新的日版官换 XS 256G，官换机也是全新未使用的，和零售机的品质是一样的。如果喜欢小屏手机的朋友可以考虑 XS， 目前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。目前像这样全新的 XS 256G 也是在3000出头这样。这位小伙伴说是要送朋友的，然后我这边就帮他做一个封装打包。接着我们来看一台顶级的国产旗舰手机，华为 Mate 30 Pro 8+256GB 版本，整体的成色还是比较新的，有轻微的使用痕迹。再来看一下屏幕，是采用双曲面的瀑布屏幕，整体给人的感官是亮眼好看。我自己用的其中一台手机也是华为 Mate 30 Pro， 不管是拍照玩游戏都是非常的棒。再来帮湖南的老铁安排一个 DT 手表，和水果的 S6 手表也是非常的相似，有心率、血氧、跑步、打电话、微信等功能，这款市场拿货价也是在100多米这样，非常划算。